委员昨天的那个便当会，我是听说已经变成批斗大会。昨天小英总统确实邀请了陈时中竞选团队的主要干部到官邸参叙吃便当，那主要的主题当然就是针对选后我们需要做一些非常深入的检讨，所以昨天有了这场便当会。但我要清楚的来强调跟说明，这一次民进党的败选有非常多结构性的因素，也有非常多长期累积的问题，这绝对不会是一场便当会就能够解决，那也不会是找出某一个战犯这么廉价的操作就能够来因应，那更不会是未来急切的来共推拱出一个新的共主，所有的问题就能迎刃而解。所以昨天总统是非常深切的跟我们团队的同仁来进行一些这次在选举过程中的很多观察跟经验的分享，都希望能够凝聚出更高的一个未来能够精进的一些方向。那我有看到媒体报道，也是大家关切的，是不是成为公干某人大会？我跟大家报告，这个某人没有这么重要啦。那也不要小看了总统的高度，不要小看了阿中的气度。我们不会在这样一个严肃的讨论选情，然后未来要检讨方向的这一个此时此刻，只针对某人去公干，真的不要小看小英总统跟阿中的高度跟气度。那当然我们会提到在这次选举过程当中一些操作应当更为检讨，那未来在民进党在台北市的组织层面也好，我们有很多需要再加强的部分。那所以针对个人的部分当然会提到，因为在选后我们不乐见党内的同仁在第一时间那就以急切的抓战犯的方式来面对这一次的败选。我们认为我个人认为这样的做法相对速食了，也相对是廉价了一点，所以不是揪出某个战犯来五马鞭尸我们就能够把问题迎刃而解。所以这一次的选举过程当中刚刚大家你们要问我们讨论的其他内容吗？讨论其他内容还是要问我的看法？好，你们问好了，你们好，内容啊，其他内容其实我们有很高的共识，党内必须要来召开一个大规模的检讨大会，甚至也应当要广邀更多年轻世代来参与。我们需要让整个决策的层面更多元，然后让检讨能够更全面更透彻。所以以这样的一个架构来讲，大家可以想象不管是陈时中竞选团队在台北市所观察的，我们有很多的经验跟这一次累积下来的一些观察，都可以作为民进党重新站起来的一些参照。所以昨天我们花很多很多时间都是在讨论这些长期我们在回应民意，我们在拟定政策，我们在未来的不管是技术面或是战略层次，都应当有更好的方向可以来进行。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报道里面有提到，就是近半这边曾经有要求说何作为把那个阿中的沙画说就是拿回来，但是当时是遭到他的拒绝，说还在使用中，这部分有人会帮我们。确实因为我们看到媒体有报道说是不是阿中的这一幅画那被弃置在立法院的某一个地方，那因为我第一时间也问了我们的当天跟同行程的伙伴说是不是主办单位确实有送这幅画给阿中，但他们告诉我们其实阿中并没有收到。所以我们在媒体上看到那是我有跟志伟委员说，那是不是如果这是主办单位要送给阿中的，那是不是可以把这幅画就是交还给阿中团队，然后阿中本人会好好的想来收藏这一幅画。那当然何委员觉得他还需要再使用这幅画，所以我们也就没有取得这幅画。但是这都尊重了，因为这场活动是何委员协助安排的。
对。我认知里面有提到说，总统看到说那个陈时中的话被唾弃在那边，然后是有动怒。我们昨天会议完全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我想今天媒体报道的是把过去很多发生的事情可能都把它一起来呈现。那昨天我们并没有讨论到总统针对某件事情震怒，其实真的没有。我要再次强调，这是一个严肃的来检讨我们未来在选举过程当中，在战略跟战术层面都要有在精进加强的地方，而不是只在公干某人或是跳入某些细节或事件，没有这样。真的大家要想想，总统的高度，阿中的气度，我们真的不会去做这样子把一场重要的检讨会议只 focus 在某人的言行，其实不会。我们希望党内更团结。我们的决策团队里面并没有外界所说的什么黑道人士进入决策，我想这个很清楚。我要再次强调啊，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惨痛的选举的挫败，不要急切的、很表象的、很速食的、很廉价的，只要揪出一两个人来做戴罪羔羊，或是把某人列为战犯，某些派系列为战犯，就来五马鞭尸，这个对于检讨是无济于事的。我们需要的是全面的、扩大的、深入的、多元的检讨。如果只是抓战犯，我想这也不是社会对于民进党的期待。我们就是一个融入与共的团队，大家都要承担这个成果。没有人是 outsider， 没有人是局外人。我们每一个从政人士、民进党员，我们都要痛定思痛。那你认为批评团队的他是决策权？你就说吧，哪位立委是不是决策权的人？是决策权。我们这是问题吗？你要问他是不是有参与我们的决策会议，是不是？我们有几位副主任委员，然后我们有分区的总督导，那当然没有每一次重要的会议都会邀请这么多人，但是我们的决策会议也好，而且好几次的扩大跟议员们的共同的会议，其实我们举办过非常多次。那我记得像林长佐委员，他人在国外居隔回来，他也是坚持线上跟我们一起会议啊，所以我们尽可能都要听大家的意见。